放，跳，吸好了，开始给我攻击，打他，对，使劲，哇，冒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我们玩的是熊孩子模拟器。你们现在出去门，在家里宅着，能干什么呢？当然是玩玩具啦，比如这款玩具，啊，套圈，我相信你们家里肯定都有，有没有没有的？我感觉这个玩具比较普及，应该是每个人小时候都玩过。来，我们把它完成，然后，嗯，麻烦了，大小都不分了，这个大，对，这样就对了嘛，解锁成功。好，那我们要打开这个小门，难不倒我哦。出去，玩具玩完要注意洗一洗，擦一擦。比如说，我今天要干一件大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对玩具进行消毒。小花，别吃啦，该抓老鼠啦，好不好？哇，你这么抠吗？你再咬我试一试。我的天哪，他的地位比我高啊，在我们家里。哦，这里有喷雾，来，来，我们开始工作，干活。这个东西小花可不能喷呐，喷了可就不能喝了。这个东西不能对食物喷，明白吗？我这是游戏，你们可以千万不要学我哟。嗯，怎么穿模了的吗？咦，他们隐身？地下是什么啊？地下是黑的，哇，怎么黑了？哇，诶，我这样没关系啊，趴下啊。哇，咳嗽，我的天哪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喷玩具，喷喷喷，喷喷喷喷喷喷，消灭一切病毒和细菌，还有这里边的，这里边的。说实话，我的玩具非常多，但是好长时间没有清洗了，干脆要不要我清洗一下？来，扔掉。奶嘴，洋葱头，还有一个小羊，扔。还有章鱼哥，扔。我去清洗一下啊。哪里清洗呢？这里，我们有这个，哦哦哦，奶嘴，哦，在这里，走，进去，进去吧。这里边水非常多，够给你们洗澡的。来，这里吧，出来，哇，这样洗得快，哦，对，放，跳，跳水运动吗？我们继续去消毒，帮爸妈干一下工作。怪兽，洗一洗，肯定有细菌。奥特曼，你要不要洗一洗奥特曼？好了，洗好了，开始给我攻击，打他，对，使劲。哦，还有这个要洗洗一洗吧，这个，哇，冒烟了。告诉你们啊，千万不要拿着水液体去喷带电东西，比如这个，冒烟就坏了，报废了，知道吧？而且很危险。还有什么不能喷？还有这个也不能喷，比如说，哇，看了没有？不能喷呢，可以擦上，哦，这又亮了，哇，不能喷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小汽车，虽然我们不能出去，但是我们还在家里疯狂的玩玩耍，当然也要注意休息啦。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一个宝贵的关注、收藏、留言、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